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打得还可以，然后呢能在武装取得首胜，我还是很开心的。从我来到武汉开始，我的网球梦慢慢的开始形成，然后我也为此付出了很多的努力。然后呢，武汉我觉得它的网球氛围也一直很好，包括小的时候，我从8岁一直待到13岁左右，也就是说我成长很重要的这段期间都是在武汉度过的。